包是220克，然后再一包36块。36块。对。一包才36块，可以买一箱。36块。36块。对啊，就是没有，就是一大碗，十以上。真的哎，比泡面还便宜。而且它又新鲜，然后又是正常的调味，就很棒。假的，我不敢相信。而且老师，你现在吃的是热的，我不敢相信。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有点冷，我跟你讲，冷的好好吃，好是 Q 的，冷的还是有味道哎，哇，好吃的，这样太便宜了，哦，这个好厉害哦，吃到想停止。非常推荐给大家，真的都没有时间让我好好吃完呢，因为我们要介绍。你看，哎，老师前天才从法国回来，对，马上就弥补你心里面的那种缺憾。对。这个是你想念的味道吗？想啊！为什么停那么久？都是会两秒才会。时差因为其实我最后一站是杜拜啊，杜拜，但我又不喜欢说假话，因为我觉得讲起来又很废话，所以果然废话一堆来。没有，我是说我为什么要刚停一下呢？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冬粉，我先生很喜欢吃冬粉，吃上他我要买给他吃，我吃，对，那么简单，对，又便宜，让他再更爱我，对，真的做的，对啊，这个连什么都会，对啊，笨蛋都会，细小。不是说你啊，不是瞬间封建的感觉，聪明人也会啊，那聪明人也会，大家都会。他刚刚讲公主，你一说成公猪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说笨蛋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你帮他凹。他确实讲的就是笨蛋。没得，承认连我这种家事笨蛋都会，格子家对呀，太方便，对呀，我又太贤惠了。我第三名，基隆天妇罗，这家很厉害，有名的，就是这家你只要去基隆，一定是大排长龙，就是你可能有时候还排不到，然后就是来不及做，然后他现在就是有做这个宅配，它好方便，而且你知道，因为它旁边就是什么基隆港，对，它就是捕新鲜的鱼货上来，直接制成鱼浆，所以是不加任何的防腐跟调味料，哇，然后做成的天妇罗，你们大家可以吃一下，它很厉害，它这样一包大概4-5大片吧，就是铜板美食，它就是50块，很便宜啊，超便宜的，就这么便宜，而且你现在它现在网络买啊，它还有这个牛蒡的，哇。他现在好牛蒡天妇罗哦，牛蒡的口味。他现在你50块买一包，还要还你5块，哇，所以45块，对，就降价哦，真的打九折，对，还降价。然后他还有这个很厉害哦，他是里面包了很浓郁的 cheese， 所以你现在吃要小心，因为他那个 cheese 会爆浆，爆浆，爆浆，他那个 cheese 会爆浆。我想吃这个，这是炸的吗？哇，天妇罗，你可以炸，你也可以直接加热都好。反正你买回来看你要什么烹调都可以。当火锅也可以嘛，哦，很方便。哇，大片。哦，丸子里面有 cheese。怎么样？一片一片的，好吃吗？好吃哦。它怎么没有那种一条一条的，像手指那种一条一条的天妇罗？它做扁扁的。它做扁大圆的。好吃，所以你现在就是不需要再特地跑去基隆排队，你就上网买就可以，太方便了，而且真的很便宜。那丸子呢？丸子也好吃吗？丸子你来吃吃看。怎么样？其实在里面，真的，哎，真的耶，在这边，而且它外面很酥脆，里面是 cheese， 而且鱼浆很够味，鱼浆很香，对不对？鱼浆很新鲜。而且它的 cheese 很浓郁，很扎实，很特别，而且搭起来好搭，好好吃，好脆啊！在家里就可以吃到基隆的天妇，这个是一人妈妈的最爱，对，好吃哎！哎，黑人哥最后两名，哎呦，不可思议！第二名是草莓三明治。的季节，然后这个草莓三明治呢很厉害，其实它本来应该就是用我们台湾的草莓，但因为今年有一些风灾，对，
所以变成它十一月份呢用的先是用进口的草莓，但是等到十二月份以后，它会换成大湖草莓。哦，对，等大湖草莓熟成，它会换成大湖草莓。所以现在手上拿到的应该是进口的草莓，但也还是很好吃，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草莓的卡斯达酱。对，有没有看到新鲜草莓？非常厚一层的卡斯达酱，都是草莓酱。对，然后再加上新鲜的草莓，然后它不只有卡斯达酱，它草莓的那一层还有草莓果酱。真的。对，它的吐司是汤中吐司，不知道怎么吃哎，所以非常的柔软，哇，可以试试看啊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极了，好少女啊，好草莓的，还有草莓的香气。对，然后是草莓卡斯达酱，再加草莓的果酱。我们一起来一个，我们先大一个，点点小头尾。而且它的用料就是，对啊，好大的草莓，用料就是很实在，真的是整颗下去切，还有草莓酱都有哎。然后像它的鲜奶也是使用那个彰化在地牧场的鲜奶，然后奶油就是用纽西兰的奶油，然后重点是它这样子呢，其实也非常的便宜，一个。